This is Mission Control. You are go for deployment. Roger that. Altitude 400 kilometers. Speed 7,800 meters per second. Copy that. All clear. Deployment initiated. Looking good, control. Looking good, guy. All clear. Looking good. Copy that. 3, 2, 1. Deployment complete. Gran trabajo. Es increíble lo que decía el cartel. Felicitaciones a todo el equipo. Switching beat. Siempre quise el... 高举金杯，三星加冕，一生的凝望，圆满落场。大力神杯在梅西的面庞闪耀，梅西还是感动了金杯，也点亮了无数人的相信与希望。这一路太多磨难，小人不断，也在那一夜终成球王。阿迪达斯与梅西的励志成长，犹如阿迪达斯创始人的传奇故事，仿佛一堂激励人心的励志课。就像阿迪达斯的创始人恩斯特·达斯雷和鲁道夫·达斯雷那样，他们是一对兄弟，一同书写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商业传奇。1924年，阿迪还是一名普通的鞋匠，他整天窝在自家后院研究自创的运动鞋，却从未卖出过一双。在别人眼中，他只是个一事无成的傻瓜。除了他的亲哥哥鲁迪，他是工厂的销售经理，浑身上下都带着一种成功人士的气质，而每当有人说弟弟的坏话，他也会直接动手。弟弟是他的逆鳞，绝不允许任何人污蔑。可久而久之，就连阿迪也开始怀疑自己。他曾梦想着世界一流的运动员穿上他的鞋站上领奖台，然而现在看来，没有人会需要他的运动鞋。就在这时，鲁迪出现了，他已经辞去了经理的工作，打算和弟弟合伙开厂。阿迪只需要专心做鞋，而他负责把鞋全部卖出去。梅西作为一名球员，经历了无数的打击、汗水和坚持，这与阿迪达斯的奋斗精神不谋而合。兄弟俩合伙成立了达斯雷鞋厂，可很快他们就遇到了麻烦。由于一战德国战败导致经济萧条，大量的制鞋厂都倒闭了，所以银行拒绝为兄弟俩贷款。当时的人们认为鞋子就该结实耐穿，而阿迪制造的运动鞋十分轻薄，可能穿两次就坏了。况且没有人会为了运动而专门买一双鞋。从银行出来，阿迪有些恼火，他不允许有人污蔑自己的心血。可哥哥告诉他，你只需要专心做鞋，钱的事由我来解决。第二天，鲁迪装着满满一车的运动鞋出发，他爬到镇上的体育场，让人们穿上鞋亲自体验一番，感受自然与众不同。鲁迪告诉他们，鞋底的橡胶钉可以更好的防滑，轻薄柔韧的皮革是为了运动时的舒适性。身为哥哥，他很清楚弟弟的每一处心血。这天下午，当鲁迪驱车回家时，他带来的273双鞋已经卖光。兄弟俩的鞋渐渐有了口碑后，鲁迪就在街上贴出告示，他要招募更多的工人，把产量增大。另一边，阿迪也在着手制造新款运动鞋，可使用更柔软的材料，会导致防滑钉固定不住。于是他灵机一动，把哥哥的奔驰轮胎卸下来，贴在鞋底，用来加固防滑钉。可即便如此，鞋子的质量也远不如前，导致退款率暴增。这下鲁迪看不下去，他要求弟弟继续制造老款运动鞋，那些花里胡哨的新颖设计根本不是顾客需要的。说完，他转身离去。阿迪有些惊讶，因为在他印象中，这是兄弟俩第一次吵架，只是他没有意识到未来这样的吵架会一次次上演。几年后，德国所有的运动都穿上了阿迪的鞋子，兄弟俩的生意越来越好，而他们的爱情也悄然而至。唯一不同的是，鲁迪在结婚时依旧不忘搭讪其他女孩，而阿迪则在婚礼上给妻子准备了一份礼物，那是他亲手做的女士运动鞋。这天，鲁迪打算带着弟弟再去一趟银行谈贷款的事，可阿迪不善言辞，根本不想去这种场合。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阿迪的妻子站了出来。就这样，妻子代替阿迪陪着哥哥去会谈，而这一次，他们终于拿到了贷款。
回到家，鲁迪激动地把弟媳抱下，可妻子看到这一幕脸色却格外阴沉。借助这一笔贷款，兄弟俩的小作坊变成了大工厂，连国家队教练都亲自来给他们剪彩，一切仿佛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直到这天，阿迪的妻子突然提了个要求，她想让阿迪做双非常小的运动鞋。阿迪愣了一下，这一刻阿迪终于明白自己要当父亲了。他兴冲冲地跑到楼下，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哥。可奇怪的是，哥哥与嫂子的神情都十分怪异。阿迪并不知道哥哥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讨厌妻子几十年如一日，满脑子只想着相夫教子，而弟媳外向开朗，这正是鲁迪所向往的。弟媳看得出他的心思，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他离自己远点。鲁迪答应了，可这一幕却刚好被妻子看到，怀疑与嫉妒便就此在心底扎根。第二天他找到弟媳，威胁他如果破坏了自己的家庭，就把两人的关系说出去。弟媳被气到了，鲁迪的花心镇上人尽皆知，他却懦弱地装作不知道，如今甚至要把罪名扣在自己身上。这一刻嫂子突然意识到，想要弟媳离开鲁迪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让兄弟俩反目成仇，这样的两家人就可以彻底分开。她开始警告丈夫，所有人都知道阿迪的鞋子，仿佛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如果有一天兄弟俩有了矛盾，阿迪完全可以在妻子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把公司抢过去，而到那时鲁迪将会一无所有。一开始鲁迪并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直到这天鲁迪为了提高销量想要降低新款的售价，结果却得到了阿迪夫妻俩的一致反对，弟媳甚至主张要把价格调高，这样才能让别人记住阿迪做的鞋是最好的。这时鲁迪突然想到妻子的话，于是警告弟媳，一瞬间气氛降到了冰点。鲁迪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本想借着商量奥运会赞助人选的事彻底跳过刚刚的话题，说着他又拒绝了鲁迪的提议，因为他想赞助最有可能夺冠的人，可那是一位黑人。鲁迪很清楚，在当时纳粹的统治下，不赞助日耳曼人而去赞助黑人，绝对会招来报复。可阿迪并不关心这些，他依然记得自己的梦想，要让世界一流的运动员穿上自己的运动鞋站上领奖台。阿迪不顾哥哥的劝阻，偷偷前往奥运会会场，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并把自己做的鞋亲自交到他手上。事实证明阿迪的眼光没有错，那个黑人穿上他的鞋成功夺冠，并创造了全新的奥运会纪录。而另一边鲁迪的担忧也被印证，在德国举办的奥运会上夺冠的却不是日耳曼人，这让纳粹大为恼火，要求查封兄弟俩的工厂。鲁迪指责阿迪鲁莽行事，这些年他磨破了多少双鞋，受了多少冷眼，才换来如今销量200,000双的成绩，如今却都付之一炬。可阿迪告诉他，200,000双鞋都是自己做的，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兄弟俩的关系又添一道裂痕。事后鲁迪为了让工厂解封，被迫接受了纳粹的交易，每月要无偿帮他们生产6,000双军靴。可即便到了如此关头，阿迪依旧固执己见，一心只想做自己的运动鞋。鲁迪只能让人在半夜偷偷制造军靴，最终由于质量太差，纳粹单方面撕毁了协议。然而看到这一幕，妻子却面色如常，毕竟她只想要丈夫回到自己身边，至于工厂的生死存亡她根本不在乎。可她怎么也没想到，不能生产军靴就意味着兄弟俩必须有一个人上战场。鲁迪想让阿迪去，只要能卖出去鞋就能保住工厂，而阿迪认为做鞋永远比卖鞋更重要。阿迪仿佛被抽走了全身力气，无奈接受了去战场的命运。而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鲁迪沉默了很久。第二天征兵处来家里接人，可要奔赴战场的却是鲁迪。他终究还是记起来哥哥本就应该保护弟弟。然而没过多久，战争彻底爆发，鞋厂也沦为了军工厂。阿迪独自挑起大梁，为了保住这里，他学会了忍气吞声，也学会了跟别人动手。只是他没有意识到，现在的他跟哥哥简直一模一样。如此压抑的生活让阿迪喘不过气，只有当穿上运动鞋时，他才能想起自己的梦想。可远处的硝烟却分明告诉他，在战争面前一切都是那么渺小。转眼到了1945年，德国战败，鲁迪幸运地捡了条命回来，可经历过战争，一切都早已物是人非。随后盟军占领了小镇，而曾生产过武器的工厂也被他们盯上，打算要炸了这里。阿迪极力辩解，说自己原本是做鞋的，被逼无奈才改成军工厂。他把盟军领进厂里，指着架子上的鞋想证明自己的清白，可越往里走炮管就越多，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曾帮助过纳粹。危急关头，阿迪的妻子找出了一本相册，里面是阿迪与黑人运动员的合影。军官突然感觉这人有些眼熟，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工厂终于保住了。然而没过多久，鲁迪就又被抓去审问，原因是有人举报他曾是纳粹。鲁迪听后有些诧异，审讯官却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于是他立马断定举报自己的人就是阿迪。为了报复弟弟，鲁迪反咬一口，说当年赞助黑人运动员的事是自己主张的，因此才被拉去战场。而阿迪却在自己走后就把鞋厂改成了军工厂，明显他才是纳粹。就这样，阿迪也被带走了。兄弟俩开始互相指责，可最后经过调查，两人都是无辜的。这场闹剧让本就脆弱的兄弟关系彻底破裂。回到家后，两人大吵一架。而在这紧要关头，嫂子还要火上浇油，她一口咬定弟媳跟鲁迪曾发生过关系，两人还有个私生子。这下阿迪懵了，妻子百般解释，可哥哥的沉默又像是在印证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至此，兄弟俩彻底决裂，而嫂子终于达成了她的目的，鲁迪现在只属于她一人了。几天后，经历过战争的鞋厂也迎来分裂，阿迪带走了所有的工人，成立了阿迪达斯，而鲁迪带走了所有的销售，成立了彪马，两家公司从此再无关联。但很快鲁迪就意识到问题所在，由于招来的工人没有经验，鞋子质量极差，导致投诉的客户越来越多，他只能高薪聘请更好的鞋匠。而另一边，阿迪的日子也不好过，鲁迪掌握着所有客户资料，他做的鞋再好也没人买，于是他只能学哥哥当年那样去运动场找人试穿，从头开始积累口碑。然而没过多久，坏消息传来，彪马抄袭了他们的创意，还恶人先告状，把阿迪告上了法庭。从此他才意识，彪马与阿迪达斯从分家开始就已经是竞争对手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第二天，阿迪得到消息，国家队教练打算和彪马合作，他立即开车去追，结果却晚了一步。就在他万念俱灰时，教练却又找上门来了。他告诉阿迪，自己之前去找彪马是因为鲁迪许诺了丰厚的赞助，可临到最后鲁迪却又变卦了，原因是在这届世界杯匈牙利已经创造了31场不败的记录，所以鲁迪并不看好德国。阿迪听后若有所思，却还是同意了赞助。几天后，德国队爆冷挺进决赛，而他们的对手正是匈牙利队。比赛当天，教练摸了摸草坪，说要是能下点雨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发挥短钉运动鞋的威力。他来到更衣室，正在给队员打气，可这时阿迪突然冲了进来，看着他湿透的衣服，教练意识到外面开始下雨了，这就是他们的机会。最终德国队夺得了那一年的大力神杯，周围的人们都在欢呼呐，唯有阿迪有些落寞，他知道这一局是阿迪达斯赢，可没有人会一直赢，这样的竞争究竟要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阿迪独自回到更衣室，任凭脑海中思绪纷飞，这时他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赢得漂亮。贤弟，鲁迪也来到了这里，亲眼目睹了阿迪的成功，他的目光深邃，背影却极其落寞，像是终于完成了某种使命。如果你某天路过德国的黑措跟奥拉赫，就会发现这个小镇被一条河一分为二，而在河流的南北两端，阿迪与鲁迪两兄弟就静静沉睡在那里，即便是死亡也未曾让他们的战斗停止。或许在临终前，阿迪也会突然想起，在多年前的某个午后，他穿上自己亲手做的鞋在草地上奔跑，而哥哥在路边等他，将开车带他回家，而他却倔强地要跑回去。只是那时的他并不明白，他们兄弟俩的争斗从这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四郎来了，说出你的故事，每天都有新的知识等着您去发现，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订阅关注我，从此您将不再孤单，我将陪伴您走过每一个日日夜夜。加油，陌生人，加油吧。